救国团斗六统一会这次再度结合公益社团，在九湾国小举办一项儿童冬令营的活动。斗六统一会曾经在去年暑假有举办一场夏令营的活动，孩童甲家长反应真好。这次在寒假继续举办第二场的营队活动，三十个名额赶快马上开办。我们这个活动叫爱陪伴行外关怀儿童冬令营活动，那我们是由斗六市救国团的团委会所举办。那我们活动内容相当丰富，在第一天我们会教小朋友自己动手做一些 DIY， 那第二天晚上我们会举办萤火晚会，第三天呢我们是比较注重在智能或体能方面，让小朋友思考动手去思考一个问题，然后突破难关。然后我们这活动在暑假期间可能举办过一次，在斗六市的勾霸国小，那因为反应相当热烈，所以我们决定在寒假期间再给斗六市的九安国小举办这个活动。斗六统一会这项冬令营活动为期三天，节目精彩丰富，希望让参加的儿童度过一个快乐又难忘的寒假。那我们这活动对象主要是包括当地的学生以外，主要是关怀比较清寒或弱势的家庭，让他们在寒假期间有个快乐的假期，然后给他们一个难忘的回忆。这项冬令营活动有设计真侪游戏，主要是希望培养孩童独立的观念以及领导的能力，让因在寒假期间离开电脑和手机啊，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。哦，我们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包括让小朋友自己动手做 DIY， 自己思考，然后自己去探索，做出自己属于专属自己的成品。那我们活动内容还有包括体能的部分，还有沟通协调，还有领导的部分，让小朋友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，如何带领一个小队达成一个任务。参加这项冬令营活动的小朋友拢真活泼，活动中工作之外也利用各种的机会加强小朋友关怀弱势的观念，希望将来会当促进社会的和谐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